开始了。这段行程我们滑的是口色溪，也叫大色溪。我们滑的段落是从大色溪，也就是之前影片拍过的那个很漂亮的蓝色水潭那边，它的支流接主流的地方开始。全程大概14公里。泥巴水。那平时很少有人会来滑这条溪，因为平时的水量可能不太够。除了这个原因之外，后面还有一个原因，你待会就会知道。滑了一小段，大概3分钟左右，发现了一个小瀑布，于是我们就停下来一探究竟。对比，干净了。秘境啊！这个瀑布小小的，可是真的很漂亮，超级好拍照。前进。由于昨天下过雨，所以今天水比较大，有点急，有点快，真的非常好玩。唯一的缺点就是泥巴水。接下来几段真的非常好玩啊！看到这水，你不会想买船吗？小飞背包艇，哒哒！自拍的环节是省不掉的，必须的。前面这段有点硬，先让我专心一下，我就不多说话了。哇塞！水超大的哦，超级好。停船停船，前方需要探勘。探勘完 OK 后，摄影机先按下去啊，然后继续往前滑。哇哦，这个弯道蛮好玩的哦。下面一位，这时候停船，因为画面好酷哦！前面一个无边际游泳池啊！哇塞！看看这水。现在又回到黑水区，真的水色就是一切啊！刚才多满意啊！在这个应该是刚才的瀑布在往上说。是啊是啊是啊！林峡谷，哇，封闭瀑布。这个峡谷跟瀑布我们就没有停了。现在看这一段，想起来都觉得非常好玩啊，好想再玩一次啊！Yahoo！ 没什么机会休息哎。来，拜拜。要进峡谷了哦。接下来请看一下卫星地图。我们事前行程规划的准备时候，都会观察一下卫星地图等高线，然后比对一下现在的溪流的状况。那这大概是我们观察到有几个可能有问题的点。
不过经过判断之后，我们还是觉得我们可以前进，只是应该会遇到一些比较困难的地方，就属于一个还可以尝试的范围啦。到峡谷的入口，我们就停船了，然后准备探看看前面有什么状况。前面不妙，停船停船，看一下。果然跟卫星地图一样，出现了一些地形啊。于是我们决定扛船绕过这一段喽。其实那段也不难，只不过万一你掉下去的话，有可能会有危险。发现了一颗很漂亮的石头，写着三字。于是我们再度出发。只不过这段我们花了不到两分钟，又要停船。好像到了另外一个支流瀑布喽。就有一个恐怖的地形，观察一下。当然啦，选择绕掉这段，继续扛船。划船是很需要分工合作的，所以建议千万不要一个人独自划船。哎，有瀑布哎，很酷哦！哎，有羊，有羊，有羊。怎么会是黑色的？哎，这超级斜的瀑布，这应该是他们之前垂的那个吧？猜猜看这是什么？沙笋。对面有一个瀑布，我们决定先观察一下，看是不是可以滑过去对面。借物源。换我了。靠腰，卡住，卡住。哎，好浅哦！救我！来的。哎，我被彩虹围一圈哎！这段我们决定横渡，然后停船在那边往下走。为什么呢？待会你就会知道了。技术不错呢，基本功很好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停船呢、啊？太恐怖了，这真的不是开玩笑的。这一段终于可以不用扛船了。休息休息。精疲力尽的人。超累的。哦，那不然就睡在这里好了。是老哥。Woo!
出峡谷了，好累哦。好远哦。出了峡谷之后就是顺顺的划船，而且水量还不小，非常的好玩啊。累爆了，疼了疼了。这段激流过后应该会有一个瀑布。终于看到干净的水了，还有鱼耶，好期待看到瀑布哦。清澈没了，哦不见了，其实是我们记错了，我们要回家咯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接着又滑了一小段，来到了原本我们要找的瀑布。王美拍照时间，往前走，对，经历了四个半小时，我们终于回到家了。We are all the boys. It's time.